乐，每天打开 OWAT 和欧妹一起支持我的作品，关注我的活动吧。就是从以前是一个天天在公司里练习和在学习学校里面两头跑的人，到一个很专业的在往这个方向走的人了。最满意的其实算是赖尔吧，想不到吧。最辛苦的应该是第一次的少女的圣斗士，因为对于我个人来说，当时我一个人带大家的确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，只是可能大家不知道。对，其实那个舞台是我压力最大的一次，把自己的性格再展现出来一点，好像在里面真的不太敢说话。我本身的性格是一个比较爱逗别人玩的，但是进了节目组之后，感觉好像大家都很爱笑，好像都不需要逗，其实就局限了自己很多。当艺人的想法算是从小就有吧，就觉得明星是一个很 bling bling 的感觉。然后契机呢，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有进过我们公司选秀，然后当时因为要考大学的原因就放弃了，结果没有想到考完大学之后又回来了。现在的目标还是要多学一点东西，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再让更多的人认可我吧。我对体重有信心，但是我对身材没有信心，我觉得是体质原因吧。我们家人都是属于那种骨骼很小吃不胖的这种，要提醒大家就少喝碳酸饮料。对，我很喜欢看粉丝留言，因为我和粉丝也算是相互的吧，其实也想了解每个粉丝对我的一些想法。评论还好吧，突然想不起。有一次在节目组返场的时候，有个粉丝送了我们两个瓜，还没有刀，然后一个是西瓜，一个是哈密瓜，然后说祝罗老师越来越甜，祝苏瑞奇越来越瓜。后来他私信我，他说姐姐你们要是不吃就还给我们吧，然后把房间号发给我了。好为难哦，我想还给你，我也想吃，但是我没有刀，我也不能还，是给我们的那个安保姐姐吃了，因为我就不能浪费。他非常的赞同。我很希望我的粉丝群体是那种不搞事情的，所谓搞事情就是可能会有人来针对我，但是我也不需要去反驳，因为你们喜欢我就够了。这个问题得问粉丝呀，我哪知道啊。因为我觉得其实颜值也不算是特别特别好的，然后才华的话，我一直在实力这方面，我觉得我学的东西还太少了，所以我对自己也没有特别的那种概念，我还是想多学习之后看看自己哪方面会更突出一点。就是学习的太少了，还得多学学才知道自己哪方面有才华。因为作为练习生，我其实只学了半年，所以走这条道路其实也不算长，我自己也不太清楚。帅，我喜欢你，从一而终。其实粉丝对我的称呼都还好，我其实不追星，但是有崇拜的人，因为像小时候就比较喜欢刘亦菲这种款，然后大一点会比较喜欢刘涛，男的话林俊杰，就气死我了，就这种就叨叨两句就好了。段位的话，因为被关了三个月，就是技术下降，我真的是很尽量的在克制我自己玩游戏，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再学习一下其他的东西。我是音乐教育系的嘛，然后很多乐器都得碰，然后我碰的唯一的就是钢琴和架子鼓。我对架子鼓的兴趣会大于钢琴，但是我觉得太皮毛了，所以希望下一次给粉丝展现的时候是一个很成品的作品吧，所以可能还要再等等。居家，其实可能金牛座的女生都比较喜欢居家吧，虽然我现在不太会做饭，但是空闲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喜欢收拾家的。
钢铁直男，钢铁直男当然算，这是我的称号。谐星，我对，因为我很尊敬谐星，我觉得他们平时是那种笑嘻嘻的，然后靠自己就是丑的一面，或者是一般常人不能接受的一面，然后来逗取别人的开心，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。所以我其实也那可爱本体，算了吧，狂吃不胖，就是我实力宠粉。我觉得粉丝就是我的一家人，所以必须得宠。撩汉算了吧，女友力，女友力是啥呀？女友力是啥呀？我觉得我有女友力的，虽然说我平时是个钢铁直男，但是我在喜欢的人面，就是玩得很好的人面前，其实是一个很小滴滴的女生。甜美系，我现在觉得我是摇滚系，甜美甜，我觉得算吧，就是有个摇滚系，我也是，我现在比较多方面发展。瓜子小脸，我真的，我的手是最小的手，就是那些女生中真的很小的手了，我真的是巴掌，我真的脸很小，但是上镜他把我拉宽了，我没有办法。瓜子小脸，好的小脸可以撕一半吗？我觉得可以，他们要是否决我就。我应该是第一个这样干的吧？啥？素颜女神，我有发过素颜，算吗？算吧，这自信还是得有的。神经质少女就是我，我有多重人格，对，对，我有时候很安静，有时候很闹腾，就是做人全凭看心情，表情包也是我。我怎么也这么多呀？我终于知道苏瑞奇贴那么多是有原因的了，但是我还是会撕掉你的。自拍达人。我觉得我现在不算，以前算，因为出了101之后我真的没有自拍的习惯了。小仙女算了吧，唱跳全能，好不要脸哦，算吧。游戏大神，我以前是，现在不是，怎么办啊？可以贴到背后吗？过去式，这个是，算了吧算了，我比较诚实。大长腿，个子就算了吧。熬夜的就是我们公司叫通宵不睡觉战队团队。吃货，我爱吃吗？